永进据点是我们5年前由王占亮基金会所补助办理的一个社区服务据点。那为什么会办在永进？是卫福部他所评估早疗资源调查，算相对是早疗资源比较缺乏的地区，好，所以王占亮基金会他看到这样的早疗需求，希望圣嘉启智中心可以承办这样的一个早疗据点的那个服务。我们这里所有的设施跟设备，好，就是还有整个的维修都是由基金会这边提供我们所有的经费。那5年来大概提供了我们将近1000万。左右的经费，帮助我们在永进地区做这样的一个早期疗愈服务。真的是非常难得，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戏剧的演出，让我们孩子可以有更多的那个文化艺术的接触。好，那其实今天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多的家长非常热情的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哈。他会去模仿他剧中里面人家讲的话，就是他们的对白，然后他就会去讲。对啊，然后在这个布袋戏，在我小时候在庙会看过之后，再也就很少再看过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台塑企业可以请这个来，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体验，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文化快要落幕，然后又可以把它延续下去了。